个饭啊，今天中午啊，我哪给你吃，要不要你请我吃饭啊？你这么好啊，我也这样几40多块钱我哪给你吃饭，你没有吃饭吗？40多块钱、啊、我就这这么多钱，40多块钱就没有了。这样子去，你住在哪里啊？我就住在那里。住在哪里哦？这后面一点。后面一点啊，去你家吃个饭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到我家去吃。去你家吃啊？啊，现在就去，就在后面。你老伴啊？我老伴，你现在回去了？回去了，等一下他会骂你哦。不会，回来一吃。啊、你要饭吃，我搞给你吃。搞给我吃啊？啊，那走。到我家去吃。啊啊，那好、啊。吃饭去了，那我们今天不吃藕粉了。可以啊，老大吧。啊啊啊！吃饭。